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夜晚三点半的鬼叔。今天鬼叔给大家带来的是日本的恐怖片《白井》。在日本有这样一个都市传说，有个法力高强的女鬼叫白井，但她不希望别人知道她的名字，如果你知道了，就会受到她的诅咒。故事一开始，粉衣服女孩正在和闺蜜小纪讲鬼故事，突然粉衣服女孩浑身颤抖，口中念念有词，惊恐的当场眼球爆裂而亡，小纪顿时被吓傻了。三天后，男主春男接到了弟弟打来的电话，他让哥哥办理他的丧事。正奇怪呢，突然一阵惨叫后，弟弟就眼球爆裂而亡了。为了查明真相，春男找到了小纪，两人讨论后觉得这死因太蹊跷了，准备一起去调查。接着他们找到了一个长发女孩，长发女孩是和两个死者接触较多的人，她解释道，他们的死可能和一个诅咒有关。那天他们三个人聚到了一起，汤馆的服务员给他们讲了一个白井的传说，只要知道白井名字的人都会受到诅咒，当时他们也没有在意，后来才发现这居然是真的。而现在春男和小纪也知道白井这个名字了，长发女孩让他俩小心。接着长发女孩去沏茶的时候上吊自杀了，好在春男发现及时救了他。同时回忆中有个小哥进来送过酒水，他也知道这个女鬼叫做白井，而且他还遇到过白井。白井晃着手中一串铃铛向他走来，在与白井的对视中，他发现了他的一个故障，侥幸逃过一劫。这小哥也是唯一一个从白井手上逃离的人。可长发女孩却不那么幸运，在医院长发女孩度过危险期后就看到了白井，她也眼球爆裂而亡了。有个记者找到了小哥，说想帮他报道一下。小哥也是狠，他把白井的事情又重新讲述了一遍。他还说，只要目不转睛地盯着白井，他就不会靠近，也不会伤害你。他当时足足盯了他两个小时，看到眼睛发酸了，他才离开。记者压根不信，接着他还打电话给妻子，问他知不知道有个人叫白井，妻子当然不知道。第二天，春男和小纪找到了服务员的发小，他说服务员前两天也去世了，眼球爆裂而亡。他从小就喜欢听鬼故事，大多传说都是从一个玄学学者那里听说的，而且那个学者死法也是一样，学者死后服务员就失忆了。前两天他收拾的时候找到了一本日记，上面全是恐怖故事，他当时想讲给发小听，他没敢听，原来是服务员失忆了，摆脱的白井。晚上记者找到了春男，他把白井的故事又告诉了春男一遍，春男火了，说记者简直就是来诅咒他的。记者却不信邪，他说诅咒是不存在的，如果你相信他可以告诉春男一个保命方法，那就是盯着白井看。这边小纪被白井找到了，小纪赶紧打电话给春男，春男立马把方法告诉他，然后去找他，接着两个人一起盯着白井，直到天亮白井才消失。幸存后的他们调查得知，白井传说源自一个叫做蒙眼村的部落。战乱年代，蒙眼村诅咒那就是核武器，念咒杀人，咒谁谁死，但部落现在已经覆灭了，留下的只有白井的诅咒。这天小哥在家大白天看到了白井，他一紧张就把盯着他看这事给忘了，当场爆裂而亡。那个不信邪的记者知道后开始慌了，他妻子也知道了这件事，怎么办？这时小纪分析到，白井杀人有个规律，每隔三天他才会出现，而今天正好是他现身的日子。他想到一个方法，诅咒的人越多，每个人遇到的白井的概率就会变低，如果一个人寿命是80年3万多天，那白井只会出现1万多次，如果10万人被诅咒，那每个人一辈子遇到他的概率就是 0.1， 人诅咒的越多概率越低，但死亡人数却会上升。他们刚准备否定，这边记者却听进去了，他要他妻子和自己活命，于是他把传说发布到了网上。小纪他们不同意，与记者争执了起来，争执中小纪不幸摔落昏迷不醒，春男赶紧去看小纪，记者却赶紧跑了，四处寻找信号。这边白井出来了，记者被杀了，这边小纪醒来居然神奇般的失忆了，忘记了白井，摆脱了诅咒，记者妻子也消失了。现在最惨的是春男，他在铁道附近碰到了白井，火车正好经过，春男压根不可能一直盯着他看，最后火车过去，春男转头看到了白井就此死亡，谁也不知道之后会怎么样，毕竟小纪如果看到他的笔记，他还是难逃一劫。
好的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